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来，欢迎今天来宾，国安战略专家陈文甲教授。啊，主持人好，大家好。另外，淡江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教授黄介生教授，大家好。还有军情与航空网站主编施孝伟，孝伟兄。主持人好，大家好。另外是美国共党前亚太局主席方恩格 Russ 好，大家好。好，今天首先带您来关注的就是国民党在5月17号这一天宣布要征召这个新北市长侯友宜了来参选总统大位。那么看起来呢，蓝军的团结最近遇上了茶壶内的风暴，怎么说呢？郭朱两人之间是不是因为这个牛鬼蛇神说而埋下了心结啊？这个说法是从何而出的？资深媒体人黄光芹他在5月17号就说，郭台铭跟朱立伦的第二度见面啊，这个16号的密会当中，曾经就谈到了郭台铭的民调。那么当时呢，朱立伦当面就指着郭台铭的民调拉不起来，而且就说呢，原因之一就是因为郭台铭啊，先前到中南部去见了许多的牛鬼蛇神。郭台铭则说呢，哎，都是你叫我去的，怎么现在才说这个民调是跟他们有关的？那郭台铭呢，在后天，就是后一天，就是17号呢，并没有被邀请参加国民党的中常会，也认为呢是被朱立伦摆了一道，所以不愿意再跟朱立伦有所联系。而郭朱因为征召的时间点发生争执，郭台铭也感叹，对外界说呢，就是对他身边的人说哈，或许自己错就错在不该相信朱立伦的每一句话。这是从黄光芹这边所得到的说法。但针对这些说法呢，新北市长侯友宜啊，特别对此也被问到，他说希望外界大家不要见缝插针，面对问题有共同信念跟价值，更重要会团结在一起，这才是最重要的。而文传会，就国民党的发言人呢，副主委林嘉欣则表示说，这是在意图制造蓝营内讧的戏码，才有利于绿营的选情啊。国民党支持者将会站稳脚步，绝对不会跟着绿营的侧翼来起舞。这场蓝营现在这个茶壶内的风暴要如何来平息呢？其实说真的啊，你说当然这个最需要去平息的，我个人认为可能是国民党如何去让郭董能够心悦诚服啦。因为显然郭董他在这段时间呢、啊，这个、一个半月之内哈 那么密集的、那么努力的投入啊，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征召的一系列的这样一个作为啊，也看得出来他有很大的这个企图心放在上面。但是不可否认的，我们也讲过很多次，他投入的时间实在太晚哈、啊，太晚又太短。你今天你要做一个总统那个选举哈、啊，或者说是你要争取国民党党内提名的话，你这么晚跟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就想要能够哈用套句大陆很喜欢用的这个说法叫弯道超车超越国民党，其实规划跟经营已久的侯友宜啊，我个人认为这个难度真的实在太高了啦。没错，这一个半月以来哈，那个郭董见了很多人，然后也去了很多的这个地方，也办了几场造势大会，然后感觉哈，这个整个气势好像有起来。但实际上，我个人也相信国民党内部做的这个民调是有一定程度的差距，因为不然的话，你说他们之前在侯友宜身上做了那么久的这个鸭子划水的事情，都是白干。因为隔天也公布了嘛，就是国民党是怎么样做民调，还有征召这个县市长，还有立委，哎，对，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现在国民党他其实可能最需要去安抚的应该是郭董个人情绪，但我觉得可能这个也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啊，等过了一段时间啊、郭董在这个当口上他冷静跟沉淀下来以后，其实他慢，我个人会相信啊，那个透过国民党的高那个不断的去疏通或者说沟通，他也慢慢的相信他能够理解啊这整个态势，因为其实。说真的啦，连我这个算是政治素人，是不是我都觉得他如果会出现，那才真的是那个整个会把台湾原先这个政治那个发展的这个板块，那个真的可以说是完全这个整个翻转过来。所以就是说，郭董这一次落选其实不是意外。好，那当然很多我们有很多朋友啊，非常的支持郭董，是吧？短期之内就变成郭粉，也必须要真的很认真冷静思考，就是说今天郭董他这样一个在这么短期之内能够好这样卷起千堆雪，却也不容易。但是很现实的是，他的确哦，不是搞政治的这块料。OK， 不过这个不愉快要赶快来解除了，不然的话这个积久了变心结啊。刚刚讲说，郭跟朱两人这个心结哈、啊，那就不要影响到后面的团结。黄老师怎么看呢、啊？因为最近我也看到，就是说当党意高于民意，有人在特别的提醒，如果党意高于民意，要特别的小心啊，国民党要谨慎的处理这个问题。所以也担心就是说，像刚刚讲郭粉，如果真的是成为了一股势力的话，那接下来怎么整合呢？这个我始终不认为
现在在国民党还有什么党意高于民意的问题？因为国民党在过去这么长一段时间受到选票教训，应该是内心感受最深刻的一个政党。所以说对于民意啊，或忤逆民意，我觉得这个说过头了。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今天如果我是一个媒体老板的话，那个不能五一期以后就没新闻了嘛，对不对？那既然有好的题材，我当然要继续做。因为其实还有人开玩笑说，媒体都希望五一期不要宣布征召的名单，再晚几天，这样大家可以多做三天的新闻。但是就整个来讲，我觉得今天因为我现在有党职，我在党中央工作，我认为我看的是大局。今天郭或者是这个侯哪一个对大局最有利？那么毕竟党中央在朱立伦领导之下也工作了快20个月了，那么过去不管在两岸、在国防、在外交在政策论述上面呢，那也都不是说可以用40天呢就可以弯道超车的嘛。那中间我当然不愿意看到这个党内的杂音啊还是有这么多，但是我觉得还距离选举还有7个月嘛。那么这一次我感受最强烈的就是说，蓝营的支持者是认为一定要不胜选的话，台湾全体人民要付出更大的代价。那么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关键，我比较不会去看个人恩怨，所以团结还是关键。但是现在讲到了团结，文佳老师认为怎么样让郭台铭现在这个不管是势也好是力也好，它不会成为阻力而反而变成是一种助力？其实呢，这次看起来整个征召那当然啦，最后其实有侯友宜出现了。那这侯友宜刚刚其实他讲的，其实他也蛮有智慧，他是说其实呢，这个要需要团结不要去见缝插针那显而易见，这是一个政，每次选举呢，当然就很多这种机会是把这个事态这个扩大。那所以我想呢，这个侯友宜呢，我想依他这个在警界服务这么多年，对社会治理的经验，还有包括在13年的一个市政的一个治理我觉得他这个部分应该是能够这个关关能够关关过是没有问题只是他几个部分要比较可能要注意一点的这样才能够这个跟侯友宜跟这个不管赖清德或是柯P对他们有一个这个毕竟是比较有胜算的可能。第一个当然就是还是要加强内部的沟通因为我看这次呢，当然这个郭董这么辛苦，结果当然他最后没被提名上，一定心有怨恨，这是在所难免，这是常情如果去安抚他，此外呢，如何去整合呢？就是这个泛蓝的一个泛蓝就是一个力量因为本来国民党是认为说要去整合非绿的力量，但是实际上事与愿违因为现在毕竟柯P出现了嘛那所以呢，他现在只能去做有部分的要操作，让能够有气保的效应。让柯P的这个第三势力能够来支持他，这是一个不管是内部的一个沟通跟一个整合。那此外呢，其实国民党我看这次他还是要建立一个比较公开的一个所谓的提名或是征召的一个机制一个更公开一点那此外呢，其实最后我还讲到他对一个涉外的关系比如对美国的关系甚至说对这个国际关系，他可能还要做点功课，因为毕竟这一。这一般是大家在就是说在批评他，就是说可能这方比较薄弱，因为毕竟呢，台湾现在这个中美的这个对抗里面呢，台湾现在在的都会这个一个领导人都会在就会带领着台湾走的一个非常就是很关键性的这个一个道路那因此呢，我觉得侯友宜在这个涉外的部分呢，可能要多加把劲。然后呢，他可以再去多争去多一些去召集一些呢有涉外背景的，不管是学者、专家，或者说一些官员呢，来做他的这个幕僚。对，黄老师就在这边了。这个应该多请教一下黄老师的意见OK， 外媒昨天我们提到了外媒看侯友宜都把焦点锁定在侯友宜这个两岸跟外交的论述上那当然也特别点到了说他的中间路线是可以争取到对于北京呢怀有一些戒心的选民能够得到这些选民的认同跟支持。最新的民调已经出来了，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曾经讨论说呢，应该马上就会有一份针对5月17号。侯友宜接受征召之后那针对几位主要的对手
他们相对之间的支持度的调查。好，这是 TVBS 的最新民调，侯友宜参战萨嘎都的情况之下呢，支持度目前是30%啊，领先民进党的对手赖清德，还有当然就是柯P哈。侯友宜是30%，赖清德27%，柯文哲是23%。不过侯友宜跟赖清德两人呢，3%左右，这还在误差值的当中哈，没有意见的是占20%左右。另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认同者哈有80%是支持侯友宜的，11%支持柯文哲。民众党这边呢，则是79%，也是将近80%。接近这个80%支持柯文哲啊，13%是支持侯友宜，所以你可以看到，从这个交叉分析来看呢，似乎蓝白河现在非常有难度哈。那如果侯友宜还要继续的把民调从30%继续往上拉，昨天我们也提到说35%，如果朝这样的目标去迈进的话，除了两岸之外，他还应该要怎么样去步步为营的做好下一步？还有就是说，现在这个赖清德预计是8月可能会到美国去访问哈，那侯友宜现在有说法说是9月去哈。特别值得关注是美方关注台湾未来的总统在两岸的立场哈，侯友宜的中间路线，美方会买单吗？我们还不知道他有什么中间的路线，因为他目前看起来是比较属于我们要等他说清楚他的两岸论述到底是什么，因为过去几个月他。大家都知道绕来绕去关键的话题，甚至连他要不要参选总统他也没有直接回答，就是很多人在过去几个月批评他，那现在他已经活得体面，所以不管是两岸关系内政相关的议题都要讲了，应该要更清楚了，不然呢当然他的支持度怎么会提高了，但是除了刚刚老师陈老师有提到有功课要做功课的地方，那可以打什么牌？那他已经当副市长很多年，那另外已经当市长4年多了，所以他其实应该有一些在新北的政绩啊，他可以讲了，但是这个是他自己要讲的，这个不用没办法托给别人，所以如果在新北他有带动不管是经济发展或教育方面其他方面的政绩，那就要讲了，他要让选民知道他过去几年他在新北到底有什么政绩，到底有做什么好事情，强化政绩的部分，表示他执政的话其实不用担心啊，尤其是如果他有一些地方他有缺点，譬如说很多人会批评他比较没有国际经验没有国际观等等，我也有批评他英文不够好，对不对，但是他的确应该是有一些在新北的时候已经很多年，那他应该有政绩吧，他就要讲了。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博弈，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棋局。环宇全世界2023再升级，每周二到周六晚间9点，带您走进全世界。G7 七大工业国的这个高峰会呢，19号在这个日本广岛正式的展开序幕。美国总统拜登还有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呢，先举行了双边会谈。那除了 G7 之外呢，另外一场啊值得关注的就是中亚峰会啊。现在两场峰会呢，大家也在看的是不是在互别苗头，各具主场，有集团对抗的态势吗？19号到21号的 G7 在前夕有一个最新的重点整理，先来看的是英日双方发布了广岛协议，特别在这个协议当中呢，强调双方对台湾的立场是维持不变的，重申台海稳定是国际社会安全繁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另外呢，美国总统拜登跟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啊，先进行这个双边会谈，也反对任何企图以武力改变现状的行为，重申维系台海和平与稳定的决心。那另外呢，是将会透过把俄罗斯还有其他国家大概有70个实体呢，增加到商业黑名单当中，来阻止啊他们接收美国出口的产品，对于个人实体船只跟飞机实施超过有300项的新制裁。好，那么另外等一下来看的就是这个中亚峰会哈，中亚峰会呢也跟 G7 呢在几乎是同一个时间举行，
怎么样来观察？我们先来看这个 G7 啊，因为我想先请教文嘉老师，是从现在所发布的包括宣言也好，协议也好，岸田文雄展现的就是要维护台海的和平跟稳定。但对于日本来说，当然台海和平稳定是符合他们国家跟国家安全利益的。可是日本接下来在政治、经济、军事上面，你觉得会强化哪些项目来确保，并且更加的来协助维系台海的局势呢？啊，我想这个这次的 G7 最大的看头，当然就是一个这个美日哦。在这个他们同盟跟安保情况之下呢，如何去发挥G7 的这次的对全球现在一个不管从外交、从军事、从这个政治方面的一些危机跟困难哦。那以前我们看 G7 都是从一个经济或是一个地缘军事或是一个等等一个人权议题等等来看，其实这次呢是全部都有，是非常复杂的。因此呢，这个部分是我们要看的重点。此外呢，其实这次呢，我们另外比较关心的是，他这次还会把台海为了台海和平与稳定哦，然后呢，这个反对中国以武力呢来片面改变现状呢为一个基调哦，来宣示这个部分哦。但是就我看我这个长期观察这个岸田文雄哦，他从这个就任哦。从这个前年的十月到现在哦，已经超过一年半了。他在海外访问超过16次，然后包括这一次哦，这17次，其实他都一直在的这个来宣示对台海的和平稳定的一个重要性哦，然后也希望在落实这个事，这是我想是不容去质疑的。那只是呢，他这个在岸这个岸田到底他会用什么面向来强化他耳后的不管是对政治、对经济、对军事、对外交的一个安保？那我觉得他还是会站在美日同盟跟美日安保的基础上来强化。那此外呢，在军事的部分，有应该讲军事安保，他会落实他在去年的11月12月16号他落实下来的这个叫国家安全。这个三文件哦，然后呢，他还是会去把中国作为列最大挑战，然后要拥有这个这个反击能力哦，那包括他要扩增5年有43兆日元哦，就是用这方式来落实他的这个军事安保。那在经济方面呢，经济方面呢可能会用一个部分，就是说他还是连接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印太经济架构 IPEF 这个部分。此外呢，他也会去再去把这个他现在主导 CPTPP 好，他做一个主导，让他的功能更加。的发展，那这样才能确保美国日本呢，不管是在这个关税，不管在市场开放，甚至在这个所谓的去中国化跟这个产业链的能够跟美国能够紧密的在一起哦。那我想呢，这是我们以后要观察的重点了。我想也是没有悬念的。不过讲到经济 ，BBC 分析说 ，G7 的经济实力现在是在正在减弱中的啊。从这个 IMF 的数据来看，1990年 G7 还占世界 GDP 的一半，再多一点，但现在呢，则剩不到30%啊。那另一方面呢，现在除了 G7 之外呢，互别苗头的就是在这个西安召开的中亚峰会。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特别提到了这次的中国中亚峰会啊，就是 C 加上 C5 啊，是今年中国首场重大的主场外交活动，也是呢建交31年来六国元首第一次用实体的形式来举办峰会，在中国和中亚国家的关系发展史上呢是具有重大里程碑的意义哈。这个重要背景啊，包括在右边你可以看到是。2022年，中国与中亚5国的贸易额达到了702亿美元，创下历史的新高。那到2022年年底啊，这个对中亚5国的直接投资的存量有将近150亿美元。像比如说哈萨克斯坦呢，这个自然资源丰富啊，经济上面用石油、天然气、采矿、煤炭，在中亚5国当中 GDP 是排名在名列前茅的。跟这个旁边的俄罗斯啊，在经济上是无法互补的。那重要进展呢、啊，就是在交通部分啊，也是等一下我们要提到“一带一路”。中国和吉尔吉斯的联合声明当中特别想到说，双方认为中吉乌铁路是地区互相连通的重要项目，那也会加快推进相关的工作。讲到“一带一路”，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这3年看到中国大陆本身自己的经济也受到不少的挑战，所以黄老师怎么看？在这样的挑战之下，中方继续维持他们“一带一路”的战略。“一带一路”从推出作为中国大陆主要对外的一个全球性的战略部署，或者是经贸为主啊，建设为主的这个向西，由中国来看向西方的这个发展。我觉得是一个趋势，
至于说他投入多少资金，有没有受到经济的影响，会多会少，但是战略方向是不会变的，大方向是不变的。对，那么当然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零星的报道，认为就是这个一带一路在某些国家碰到的困难，或者是有像有些国家这个退出了，这个像意大利啊，就是不再愿意配合。那么可是最起码从中国大陆这个丝绸之路经济带啊，从长安开始啊，到兰州，到乌鲁木齐开始往西走，它毕竟一出中国的国境就是进入中亚地区。那么所以中亚地区对于这个所谓丝路啊，现代的丝路继续往前走，它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关卡。那么选在长安开会啊，西安啊，长安，这个其实就是汉唐盛世啊，对不对？是有重要意义的。对，那么所以当中国大陆在长安啊，在西安接待重要外宾，或者是召开重要的会议的时候，它就有很重要的一个历史的意涵。那么尤其是对西域啊，就传统中的西域来讲，这些中亚国家对于中国大陆来讲确实是它的后院啊。因为真正中国大陆面对来自于海上的威胁啊，如果是与日俱增的话，那么他自己的后院得顾好。我是从这个地缘战略角度来看，所以未来就会变成是中国大陆先把中亚这边的顾好，然后你也可以看到是美方这边呢就极力的把这个 G7 这边的会就是说盟友给顾好。那不过这次的 G7 其实拜登他没有办法待太久啊，本来说在参加完 G7 之后呢还要访问澳洲跟巴布亚纽几内亚，但是现在后面澳洲跟这个巴布亚纽几内亚的行程都取消了，因为他短暂停留在 G7 之后呢马上要飞回美国，要处理这个债务上限的协商啊，要跟共和党来协商。但是也看到拜登似乎是胸有成竹啊，他说债务违约绝对不会是选项，这个问题听起来是有解的啊。那么从过往经验分析来看的话，所以这次最后的结果当然也是渴望成功，是这样子吗 ？Russ， 你觉得那共和党真的愿意妥协的关键会是什么？因为过去十年左右已经有几次啊，有这个政府要关门的事件，或者有接近这个债务上限，那最后还是会两党会协商。为什么呢？因为不管是共和党或民主党，他们不想负这个政治责任，所以最后还是会让步。而且民主党的国会议员，不管是在参议院或众议院，他们相当团结，然后参议院的共和党团比众议院比较稍微比较温和一点，比较 moderate。众议院那边议长 McCarthy 他知道他可以虽然他有一些比较保守的议员，他们可能什么协商他们都不会同意，但是民主党加多数的共和党籍的议员应该可以达成一个协，跟白宫达成一个协议。那不管是共和或是民主，其实都在考量是会不会影响到选情。当然是这样子嘛。而且其实的确有一些双方，我说所谓的双方呢，就是白宫、民主党还有另外共和党团，有让步的地方，有一些COVID-19 疫情的一些纾困的预算，其实还没付。然后共和党立场是这个不要再付了，我还没付呢就不付这笔钱嘛。那另外有一些社会福利方面，还是虽然民主党对不想妥协，但是还是有一些妥协的地方。虽然不能久待啊，不过这次也看到拜登对于 G7 的重视啊。但是 McCarthy 要担心的是他的鹰派，他党团里面的鹰派会不会不服？你说到鹰派，好，最近有一个讯息，就是对中政策立场属于鹰派的副国务卿 Sherman。那传出呢在六月底要退休了哈，这引发大家觉得说是美国国务院的人事的安排上面，特别是针对中国政策人事上面的一个调整啊。另外的联动看到就是说也在观察 G7 峰会以后
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会变得如何？就是美国对中的政策会做什么样的一些微调吗？因为我其实觉得美国对大陆的这个制裁啊，不见得样样都能够打到大陆的要害，效果不见得那么好。当然，从那个就算 G7 之后，我相信啊，美国对中国大陆的这个制裁，特别是高科技晶片的这种种种之类的这个限制，它还是不会取消的。为什么？因为那是认为哈，美国认为他们在未来哈，接下来的数年之间，还能够在科技或是好一些好制程哈生产上面，能够领先大陆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但是呢，也不可否认的，因为毕竟中国大陆是全世界最大的这个消费性产品的这样一个生产工厂。那如果说你今天对中国大陆那样的一个强力的这样的制裁，而且再加上其实中国大陆手边拥有这个美国债券的这个数量相当的庞大啊、哦，那综合到哈这一系列这种所谓财政跟经贸上的这样一个问题。那我相信就是说哈，再加上现在你可以看到，华府哈相对于北京的话，华府是希望能够重启沟通或者重启会谈，或者说能够重启交流的比较主动的这一方。那既然是主动的这一方的话，它自然在这一些好这个制裁方面来讲，我个人觉得未来会在可能高科技的领域之外，会有一些好松动的这样的情况。毕竟你要跟人家重新的这个恢复的这个交流，或者说进一步的有一个更一系列进展，像比如你可以看到那个紧接着那个中国大陆可能很那个习近平很快可能会跟这个美国总统会见面嘛。那在这个时候，你如果还是维持了一个非常强硬的这样的基调的话，那显然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因为其实对于中国大陆来讲，美国也是很有心得，就是说你要先给人家点面子，然后后面中国大陆才会给你点里子，然后双方才谈得下去嘛。你要是一直把这个坚壁清野这个态势拉得那么高，那对不起，其实那个他们内部的这个中国问题专家也会知道，这样对这个那个中国人来讲是没有效果的。好，等一下拉回两岸呢、啊，来看的是今天最新的，就是国台办宣布呢，即日起恢复旅行社啊，台湾旅行社。团队到大陆观光旅游怎么观察？马上回来。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博弈，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棋局。环宇全世界2023再升级，每周二到周六晚间9点，带您走进全世界。我们继续来关心两岸的最新的情况。这个是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5月19号，他宣布呢，即日起啊，就从19号开始呢，要恢复旅行社经营台湾居民到大陆的团队旅游业务，而且他特别表示说，热诚欢迎台湾同胞到大陆旅游观光，游览大好河山，看看各地发展的样貌。而针对国台办的这样的公布呢，宣布，那么陆委会发言人啊，詹志宏呢？他在18号就特别提到说，如果要重新恢复的话，其实有很多事情要谈的，并不是任何一方宣布明天会开放就开放，没有这么简单。但后来发现，哎，真的是单方面宣布开放就开放了。那么对于两岸交流哈，那特别是在台湾的旅游团现在可以恢复到大陆去旅游，交通部观光局局长张习聪就特别说，希望双向透过小两会的协商同步开放，而不是单面的开放。那目前呢，禁止旅游业者接待还有组团到大陆的对岸的这个禁团令啊，目前还不会解除。意思就是说，大陆方面已经宣布恢复了，但是台湾方面还要再观望吗？提到两岸交流，工总的理事长苗峰强特别点出了几个问题。他说，台湾的出口连续8个月呈现衰退，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陆的经济还没有完全的复苏，而台湾跟大陆之间的经济的依存度啊是非常的高的。政府应该要尽快的恢复两岸正常交流，以及强化对大陆台商的政策。我们刚刚讲说，詹志宏也就是陆委会的发言人啊，他特别提到说，这并不是任何一方宣布明天开放就开放啊，就真的就是单方面开放。那到底是难在哪里？那没这么简单，是因为行政作业没这么简单，还是因为基于政治考量，所以陆委会要点头没这么简单？我自己曾经在陆委会工作过，所以詹志宏讲的话，我会有比较深的感触。如果我们从比较这个行政的角度来看的话，他讲的没有错，就是说双边有很多事情要谈，但是啊，谈不一定要陆委会来谈，就好像那个观光局长讲的，小两会可以谈。所以我觉得，只要现在的政府不要一定坚持必须由陆委会直接的来谈啊。那么，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大陆
最不希望的就是制造一个在没有九二共识的情况之下双边政府坐下来谈的这样的印象。那我们针对人民的利益还有实际上面两岸的这个互相有利的事情来先做的话，恢复观光团啊，是一个我觉得很好的一个这个口子可以打开。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台湾的观光业也非常的辛苦，那么也是希望能够开放中国大陆的团。对，我们也知道中国大陆在开放团客的名单中间并没有把台湾放在里面，所以双方的政府都有一些政治上面的痕迹。那如果把这些政治的痕迹去掉，那不管是透过小三通或者是透过小两会啊，他说那个詹志宏说没有那么简单，我知道没有那么简单，但是并不表示明天不会开放，并不表示永远不会开放。我请教一下黄老师啊，因为明天520正好，因为蔡总统想必一定会发表他任内最后一次的谈话，选在这个前一天去宣布这样的一个事情，你会怎么解读呢？我不会刻意的把它去连到520啊。因为那个中国大陆本来就有例行记者会，我反而会去考虑的，就是说，今年中国大陆在两会之后，就已经定掉了，今年是两岸的大交流年嘛，所以他一定会出台很多措施。那么不管是省市自治区，或者是中共中央，他就会出台很多的政策去配合那个两岸扩大交流，那么所以我觉得我不会以时间点来看，而是中国大陆做这个片面单方面的宣布以后，双方要不要把面子或者是把政治考量降低一点点啊，把活络两岸的经贸，活络两岸的人员往来，把它拉高一点。我觉得这个就牵涉到开放的多苦速度可以不可以加快的主要考量。那讲到经贸，就刚才提到说这个工农理事长苗峰强所呼吁的啊，说这个因为他也提出了数据啊，说台湾出口连续八个月衰退嘛，那希望呢赶快的恢复两岸正常的交流哈，那其实就是希望政府能够赶快的来当台商的靠山，因为台商的在中国的优势逐渐的消失哈，这个部分的话怎么办？其实这个真的现在是变成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因为其实以对对岸来讲，当然对岸一些都是以政治领军嘛，那他们认为台湾现在我们的政府好所做出的这个作为不符合大陆当局要求，或者说他们希望台湾这个这边能够做出来的这一系列反应，自然的那这些好那个对于在大陆这些台商，对岸就采取一个比较公事公办的态度，那也对好比如包含两岸交流，包括农产品啊或各种的这些这种好这个经贸上往来，也就采取一个公事公办的态度。你可以看到他们之前不也说嘛，要开始好先查要开始清点这种所有这个台湾好对大陆之间这种所谓贸易不平等这样一个那个清单也是其一。其二就是说其实当然你说以台湾来说台湾很多的这个产业的确就是在台湾接单大陆出口，对不对？那大陆的第一他自己本身的这个现在的这个产能的确也还没有完全恢复，但是相对来说就直接影响到，因为等于说你这边出口赚那些那个费用是在台湾这边来赚嘛，或者说是借由这样一个转口贸易的这样一个方式由台湾来那个获得之中那个实际上这个经济的这样的利润。但是也因为我们刚刚讲到那两岸之间现在有这么多的问题，然后政府对于面对大陆的那个当局根本完全是无力反应，也就是说你今天你不管怎么说对方反正就给你来个相应不理或以毒不回，那这对于我们来讲，你说今天我们的这个政府要能够为大陆的台商或大陆的这些讨生活那些人真的能够尽到什么样的一个帮助，很难。像我知道最近很多人都回来，这是事实，就是说因为的确在大陆讨生活或者说那个工作等等相对来说那边的环境的确比较不容易了。是民间都很希望交流，台北市政府最近看到说官方的这个交流是在台北市政府这边，那副秘书长王秋冬他率领的参访团5月18号呢跟上海台办副主任李肖东还有呢多名台商在上海参叙。那今年的双城论坛呢，根据现在所透露出来讯息可能会在7月举办，但也希望台商能够多多的支持啊。衡量目前两岸的局势，现在台北市长蒋万安他继续把这个双城论坛办下来，两岸的官方交流接下来主力会是持续的只停留在地方层级吗？
其实提到这个双城论坛呢、啊，就是在2001年嘛，哈、嗯，那时候就台北、上海的这个城市论坛，那里面呢，其实那时候刚开始，当然就是郝龙斌嘛，然后接着2014年就是那时候是柯P，接着这个哦，我想蒋万安呢，继往开来，他会继续去推，那没有悬念的、哦。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状况，如果说现在哦，尤其是这个国际大环境跟两岸的关系呢，尤其是哦，现在中国呢，既不能够来这个哦来呼应蔡总所讲的和平对等民主对话的情况之下，我想呢是官方中央官方是不可能这个去见面的，因为而且况且相亲部都不见了、啊。我想所以以后这个现在呢这个交流大概就是地方为主啊，地方为主。那我想这个如果这个。如果接下来蒋万安呢，他能够以比较理性务实的态度哦，然后毕竟城市跟城市间就比较没有所谓的这个哦，就比较会容易对等，容易对话嘛。嗯、那这个情况下，我觉得他是能够促进哦，就是两岸之间的一个是一个地方或者是非官方的一个连接哦，因为毕竟现在哦，包括台商所呼吁的，包括经贸啊，包括文化，包括观光，其实在的呢。都是需要地方或是说非官方来做协助啊，只是我觉得重点呢还是于中央政府的决定权在中央政府，其实中央政府其实应该也要跟台北市政府好好的来协商，看如何让这个彼此间做一个合作，让跟这个中国呢有一个比较一个良性跟互动，一个合作跟互动哦。但是也是我必须要提醒一件事哦，在这个双城论坛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慎防中国可能会利用所谓的地方包围中央，然后呢来进行对台湾的内部呢做一个统战跟分化。嗯 ，OK。另外，台美之间啊，我请教 Russ 啊，因为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在18号宣布说，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已经完成谈判。数周内呢，双方就会针对贸易便捷化、中小企业、反贪腐，总共有5项议题啊，要签署第一批的协定。那我方是解读说是台美具体深化关系的表现，但是实际的问题就是，对于台湾实质上的好处是什么？签了这个，本来这个21世纪贸易协定是一个单方面的东西，那就是美国会向台湾要很多东西，嗯。比如说台湾在这个海关相关表格程序等等要透明一点，或其他台湾相关法规要更透明，或反贪污等等。虽然美国会答应，我们也会做，我们对台湾出口商我们也会做相关的措施，但是基本上美国已经是一个很开放的一个经济，所以要开放的地方，要透明的地方，在这个架构之下，是台湾要做更多的东西，不是美国要为台湾做更多的东西，本来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都早知道这个协定的功能，其实某个程度上是政治的功能，而且看看他们双方什么时候宣布，那是刚好国民党宣布他们总统提名人的时候，那这样的话台湾政府可以抢镜头说，哎，你看我们经营台美关系还是最好的选择，政治考量啊。不过这个也有报道是分析说，这些协议呢不会解决关税的问题，是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因为不是一个自由贸易协定，对，是强化台美之间的经济连结，开放让更多的美国商品进入台湾市场。OK， 所以我才会问说，对台湾实质上的好处到底在哪里？政治方面，政治是好处的。好，那等一下回来呢，我们要来关注的就是航母战略，马上回来。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博弈，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棋局。环宇全世界2023再升级，每周二到周六晚间9点，带您走进全世界。欢迎回来，环宇全世界。我们继续来带大家关注的就是呢，还记得吗？之前山东号航母呢，他们的整个舰队才结束了西太平洋的演训啊。那么最近呢，解放军又接连派出了大连号驱逐舰，还有黄山号飞弹护卫舰。中国军事专家宋中平呢就特别分析说，未来这样的远洋巡逻将会越来越多，而且呢中国还有很多的军舰啊准备要参与。香港01的报道是说，解放军密切的演训是按照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他的一个之前的指示啊，就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这几个原则来进行战备的训练准备。而大陆国防部的发言人谭克飞呢之前也提到了，
解放军持续的加强练兵备战，坚决粉碎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还有外来干涉的图谋。综合以上的资讯啊，那看得出来是不是接下来就像是这几位专家还有包括军方还有官方这些说法，就是说呢，这样的一个远洋巡逻的常态化已经是必然的趋势，那台湾又应该怎么样来预防？中国大陆海军呢，最近几十年的发展，尤其是最近十年的发展来讲的话，他把军舰拉到第一岛链以东啊，进入太平洋做作战演训，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而且数量会增加。嗯，以目前来讲的话，它只是刚开始而已。比如说单舰，或者是说分批啊，像现在航空母舰离开了以后，去两艘军舰到第一岛链以东去做，这些基本上还是在初始阶段。但是我们如果配合像刚刚我们介绍这几个综合起来讲啊，什么我觉得有一些我们要看门道了。如果只是看热闹，什么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那个是习近平十年半前讲的啊，他一直在讲这些东西。那有军舰出去不一定战之必胜啊，但是他训练的力度频次增加是一个趋势。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看他在第一岛链以东的部署，主要就是针对这个所谓外部势力干涉了。那么用军方来讲的话，就是增强中国大陆能够抗拒这个外军啊这个干涉，或者是我们叫做反介入能力啊的演练。那么这些演练它本身是可以练啊，在公海上面没有人禁止它。可是如果说是有足够的战略预警，或者是台海可能要爆发战争的那种战略预警出来以后，他的海军的军舰能不能够通过宫古，通过巴士海峡，然后到台湾以东去完成战备部署，去挡美国，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那个不是那么轻松的。所以看到包括像美日还有像是美菲最近都在加强做这样相关的演训。对，好，我们说这个远洋演训常态化，那么比起航母呢，刚才也特别提到了包括解放军的大连号驱逐舰还有黄山号的飞弹护卫舰都纷纷进入了这个西太平洋的实战化训练阶段啊，这是不是可以解读说代表这个实战化准备是也是一个趋势？那么特别请邵伟兄带我们来了解啊，这两艘军舰在跟美军的这个舰艇对抗上面，他们所展现出来的战术跟战略的角色。其实啊，这个他们这次派的大连号跟黄山号，那如果你要在过去美军的那个找出啊类似的这样一个装备的话，那大概你美军来讲，那他的大连号约略等于他们的那个美国的提康罗多加级的这个神盾巡洋舰。因为中国大陆虽然说把他们的这个大连号055型称为大型驱逐舰，但它的这个功能以及它的这个角色和过去美国航空母舰打击群之中的这个神盾巡洋舰的这个角色跟任务比较像，它是担任防空指挥舰。然后就是带着这个黄山号，它是一艘 054A 的这样一个巡防舰。那这个巡防舰它过去那当然以现在来说，那美国它那过去来讲，它整个航空母舰的这个打击群里面，早期它有派里级，到后来它这个船就没有全部变伯克，但是呢这个船的这个作战效能还不及伯克。但是我觉得它这一次的这个演练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具有弹性的这样一个编组，也就是说未来中国大陆针对周边的不同的这个状况跟那个冲突强度的需求，它可能可以有一艘大型的驱逐舰就带一个巡防舰，然后出去就是护卫舰了，出去就是执行一定程度的这个巡护任务。然后呢，但是呢也不可否认，他们现在这个大陆那个解放军海军在建军过程中这十年之间进步相当多，但是并不代表装备有了就代表他真的是能战而且就是能够战之即那个来之能战战之必胜，其实也没那么容易。所以他要经过这样非常频繁的甚至要繁复的各种不同的这样的组合训练，比如说像他这次大型驱逐舰具有防空指挥舰功能的带一艘巡防舰，那他们呢在海上就可以进行一系列包含联合防空或是反水面的这样一个任务。那未来如果他们的航空母舰出来的时候，这个就是一个巡护支队，可以加到这个航空母舰战斗群里面，成为航空母舰战斗群里面一个巡护支队。那这时候他们彼此的这个演练熟练以后呢，未来像比如说大连号在跟航空母舰进行演练的时候呢，因为他必须要担任到防空
指挥舰的这样的角色跟任务，那这个时候彼此之间要能够建立好各种实战化跟横向联系。他这样子，你看到他们的一艘船、两艘船、两艘船、三艘船这样出来，其实代表就是说他们现在非常积极的有各种的组合来进行训练，然后呢，希望在未来的这个那个可能发生的对美国这个或者说阻止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他们要进行所谓的反区拒止的这样的任务之中呢，能够借由他们的越来越多的这个水面舰的这舰艇，能够达成越多样化的任务。是 OK， 美方啊，这个航空母舰啊最新的动态啊，就是在画面当中看到，就是核动力的航母，也就是尼米兹号，他们5月17号就在 G7 的这几天啊领袖峰会期间呢，在九州以西的这个东海海域进行演训，然后19号呢，他们进入到这个长崎的佐世保军港短暂的停留，预定在接下来的5月23号要出港，然后继续呢在西太平洋来活动啊。那当然，这个选择停靠在日本军港呢，在 G7 峰会举行期间，当然是为了要维持安全跟稳定啊，发出这样的一个军事讯号。怎么看中方在海上，尤其是在台海啊，未来要如何去因应美方随时有可能会有双航母的舰队这样的一个策略的准备？这个是以后会变成一个常态啊。嗯，但是还是有几个重点没有变，到目前为止没有变。那第一，美国常常在西太平洋会有它的海军的活动，包含美国的这些航母，这是从早就有了。但是有一个重点嘛，那就是我们美国专家都觉得美国在海军的投资目前不够。那现在我们今天有刚刚有讨论到美国债务跟预算相关的议题，那几十几年维持美国的military but defense budget 这个国防预算，嗯。维持的话，那维持就等同美国投资海军是不够，所以美国真的是要担心呢。如果因为中国不断的投资越来越多在海军的这个军事能力，但是美国就是维持它的能力，这个就以后跟不上中国了。所以虽然我们今天有看到这次新闻，我觉得美国这个航母还是有它的在西太平洋有它的动作，但是这个真的是不够好，美国真的要在这方面要修补它的这个预算。我们的力量是相对的嘛，一个是维持，像你讲的，美国维持，然后在中国呢就不断的增强，真的，然后一来一往的话呢，这个很容易就被赶上甚至超越。但是我对拜登，我对他关心这个议题是不乐观，因为他可能不会特别觉得海军我们真的要投资更多了。OK， 好，那回到台湾呢，最近这个来看这个台湾防空飞弹的发展，我请教一下文教老师，这根据国防部送到立法院的书面报告的资料显示说呢，台湾这边陆射天剑二型的飞弹在5月上旬已经验车交军了。那么目前呢，天剑二型我们简称叫剑二。那么除了陆射型之外，还有包括空射型、海射型啊，所以明显来说呢，就是现在呢，歼二已经变成这个中程的防空飞弹，而且是陆海空三军通用的飞弹，特别是空射型的歼二，速度现在可以提升到6马赫，射程也可以提升到100公里。那中科院也更进一步的表示说呢，要研发接下来研发歼二的反辐射飞弹，所以歼二对于整个国军在整体上。整体战力的一个评估啊，因为现在都可以用在陆海空啊各军种。哦，我想今天讨论这个呢，其实具有这个时代的意义哦。为什么呢？因为其实随着这个解放军的他的军机跟军舰一直绕台哦，那我们当然这个军舰的部分，我们当然是有熊三哦，但是这个有关军机的部分呢，其实刚主持人所讲的，其实歼二呢，其实现在我们是最有办法去防止它的。为什么？我们来看哦，其实这个歼二它是配附在这个 IDF 金国号。的战机上，虽然虽然呢空射型，虽然金国号呢是它不最新型的战机，但是实际上它这个佩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歼二是最先进的，这是一个。第二个部分呢，要提到的是说有关的它的组成呢，大概是有一个自动雷达岛，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其实现在呢就几个国家有这个技术，像美国、苏联、这个俄罗斯跟这个法国。那此外呢，它还透过这个电子端跟这个破片的导这个弹药跟推进器哦，其实这个部分呢可以作为一个四位一体的一个制导的作用哦。那当然啦，其实当初呢在设计的时候呢，其实这个不管是共军或是这个媒体呢都觉得以为是这个半自动而已，没有是全自动的，这非常让他惊这个惊艳的。那此外呢？
其实刚主任所讲的，其实现在我们这个空射哦，这个空射型的歼二呢，它现在的射程呢，提速已经提速到六马赫哦，然后它的射程到100公里。我们知道这个歼二十哦，中国最这个速度最快的这个军机哦，歼二十，它的速度才两马赫而已。嗯，你看呢、啊，如果说两马赫遇到六马赫，其实这个数年不及掩耳哦，是能够不但是精确，而且很快的速度。把这个所谓的这个歼二十给打掉，那所以呢，这个速度上跟所谓的这个射程已经完全能制胜了。那加上呢，哦，它这个部分就是以现在俨然已经成为我们这个一个防空作战的一个尖端武器哦。那当然，我们提到说它可能哦，如果说要变成一个更先进，它可能有几个路哦，几个方向要继续去改良哦，才能够哦，真的是完全是自霸。还会做什么样的改良？那第一个当然就是有关它的提高它的这个飞弹的一个。这个射程哦，射程很重要，因为现在只有100，如果是能升到200，那可能对这个沿海的一个就是我们的远距打击是能提到很高的一个效果。那此外还有它的精确度哦，精确度，那它现在有所谓的自动雷达，那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还有反制措施，当然还有对不同目标的一个能力哦。那当然它涉及到应该有一个新的一个感测技术，那当然还有导引技术，还有当然发动机我们的引擎啊也很重要，还有一个材料技术的运用等等这些呢，其实我想在这个我们中科院的这个一个精密的一个规划之下，完善规划之下，我觉得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哦，我觉得是指日可待。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博弈，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棋局。环宇全世界2023再升级，每周二到周六晚间9点，带您走进全世界。